咱这位圆圆又去的水姑娘啊，咱的圆圆妹妹，好，这首歌曲来个安排介绍，来夜总会夜家来，这个歌真轻松哦，来轻松老这个歌曲圆圆辣妹的现场，观众欣赏夜总会夜家来，来音乐停下喽。圆的很可爱啦，来，圆圆再度安排过听歌声，继续安排。袂记哩啊，袂记哩，麻烦老师音乐直接播放哦嘿，因为即马少年的吼，都真玫瑰，册读伤多，伊时啊爱上课，暗时爱唱歌叹袂停吼，所以讲吼，播音较袂记哩要唱什么歌，迄个少年再度老人尽头，对了，就讲袂记哩啊。
传一个。你安尼欢喜到地啊，跳舞跳到安尼，人特别去予献献过。你若笑话听丢丢呢，会很痛呢。很痛呢。你要小心一点啦。啊，习惯来哦，好啦，袂使你讲倒动作习惯，安尼会破皮，会流血。哎呀，我看你身躯骨落空啊，要小心一点，不要常常跌倒，这样子会很痛哦。安尼歹人会唔甘哦。你咧啦，你咧啦，挂出一单路迄个啦，你咧歹人啦，哎啦，你哦面歹看尔，心肝也真好啦。嘿啦，伊做人足诚心的啦，对啦，所以讲古早人讲一句话，钱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演员有漂亮无？有吼，嘿啊，你有喜欢无？脸好圆哦。要变什么啦？啊，我拄仔都讲过啊，演员就是圆圆的，眼睛大大也圆圆的。这个也圆圆大大的，你喜欢吗？很大吗？你看一看就知道有没有很大，有没有？你起码唔知咩喺度搞演啊？你唔知咩演讲有很大，而且还普通大？你知咩？你起码来思考，你来行的，你来行的，你起码真正准备思考，对啊。会当无看卖咧？不行。未使哦，不可以。啥物无看卖啊咧？他目前18岁，没有男朋友。还没有结婚，还在读书，你不可以说要摸看看吗？不可以呀、啊。不可以。她是小姐呢，小姐怎么可以让你摸看看？我要来。你张梦想摸你个屁屁呢？真的。敢讲到早间都屁屁啦？想摸你个，你再摸就反正。是哦，你赔了钱哇，你硬摸，唔忙叫叫赔的，我跟你讲哦，一旦你来哦，一旦你都来啊。你怎钱啦？钱啦，敢讲？无，无看真啊假安尼哦。无钱。无小心的啦，哦，无小心的当原谅啦，啊，若超过伊就不可原谅啦。超过伊的哦，歹人讲你超过伊的，你有影无？惊啊！跋倒头也无。大家拢讲你超过伊的哦，你要注意哦，你要注意哦。等下伊若来吼，你就吼爱坐就好哦，你嘛搁甲头摸哦，安尼知无？无搁跋倒。嘿啊，你莫搁加啊跋倒，怎安尼去两条扛摸落出？安尼，唔哦，嘿，安尼袂杀你哦，安尼知影无？啊？你负责？他会负责啦。他要负责，你负责不起，你负责不起。你到虽然好野人，但是咱无一定看钱有够重，对无？人伊爱家己赚哦，这是家己的。啊，若恁兜好野，恁兜的，人无一定看介，恁兜就好野，都爱给你。唔免给你哦，你要负责他就对了啦。看偌济，你要甲赔偿的啊？我等下再甲问价钱。我等下再甲问看，伊要爱你赔偌济，好无？你今仔敢有早现金来？伊讲唔免。伊讲唔免的啊！你拄仔讲你要负责，即摆佫讲唔免，到底是要安怎？你安尼，我是要安怎甲你做迄个啊？做吼好解释啊，对无？你我就无，就帮你好解啊。我爱问看伊要爱偌济，啊你若我就共赔偿，安尼唔只有我就好解。啊，提袂出来哦，提袂出来！你讲遐大声，讲你要负责，你装笑的。要回你老爸哦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，你讲叫恁老爸负责啦。啊，这个还假的，安尼你稳死的，你稳惨的，你会去互赶出去，我无甲你骗，你会去互打，啊打到吼，我甲你讲流血流滴，搁去互赶出门，无人要插你，安尼你知无？没有。没呀，安尼你敢有法度负责？有哦，啊有你搁提袂出来，你嘛做矛盾嘞。你讲我是要怎甲你相信？100块。100块？我。
代志。你今麦将迄个小姐当做啥？菜市仔咧卖迄个豆干哟，哈，十块七三地安尼是哦，一百块就七几落地啦，无可能。你安尼我来讲，我等下要甲小莫你讲，我要甲伊讲哦，你要赔一百块尔，伊绝对吼夹菜刀出来甲你卖。你到底阿咪好好话讲？赔一百块你也讲会出出去？今麦你的歌继续过来安排。还有影水，来金钟老师的歌曲吼，演员再多宴请，谢谢，他真的是一个宝嘞，魔法。你看嘛，六二哦，你看嘛，六二哦，大家第一甲你拍波啊，两边。